螃蟹的一个签名。谢谢，让我们所有的球迷再次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刘诗雯，也欢迎刘诗雯再次来到鄂尔多斯。那在我们的场场秋千当中呢，也有一位被大家所誉为的这个非常严谨的这样一位球员，那也是我们江苏的这个优秀的名门选手，那就是我们的张翔。那今天呢，也想让张翔对我们现场的球迷分享一下此刻他的心情。大家好，我是张翔。首先还是很感谢大家能够抽空来看我们比赛，为我们加油。这是我们第二轮的第一个主场，也是新的开始，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为我们加油，继续支持我们，我们双方会给大家带来精彩的比赛，谢谢大家。谢谢。下面请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退场，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第一盘比赛，朱雨玲对冯亚兰。第一局比赛，朱雨玲发球，0-0。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2014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女子第十轮的比赛，鄂尔多斯东方路桥俱乐部主场对阵山西大土河华东理工俱乐部。2-0。3-0。
1-3。现在场上比分1-3，朱雨玲发球。球，这是一个运气球啊。我们可以看到冯亚兰打球，这名运动员打球比较凶，可以说朱雨玲跟冯亚兰他们两个人打球的风格有点相似。4-3。4-4。打球，这个球，朱雨玲打得非常聪明，看到冯亚兰侧身了，所以说运动员打乒乓球一定要眼观六路。5-4，一定要用余光去盯住对方的动作，要猜对方下一板球他要怎么打。5-5。冯亚兰台内调打很果断。6-5。5-7。5-8。现在5-8，冯亚兰领先。8-6。6-6。这个接发球手上控制的不是特别好，我知道是发的是侧上球，但是手上的动作力量有点太往上了。6-10，连续吃了两个发球，现在6-10，朱雨玲落后。11-6，冯亚兰胜第一局。冯亚兰赢得了第一局。好，我们现在看第二局比赛，现在由冯亚兰发球。
冯亚兰打球非常聪明啊，我们可以看到打底相直的时候，冯亚兰整个他就是把正手反手整个的台面都护住了，不像有的运动员就是打底相持一打到正手他就会上交叉步，你这样一上交叉步的话反手还原的速度就会减慢了。所以说我们看冯亚兰打球，一个是看他手上的感觉，再一个要看他脚底下3-1脚底下的跑动。现在场上比分3-1，冯亚兰发球。3-2。这个球失误不应该。漂亮。6-2。朱雨玲今天打的感觉士气不是特别的高，这第一场的比赛对于鄂尔多斯东方路桥来讲这场比赛很重要，尤其是朱雨玲这场球。2-9。3-3。9-3。现在冯亚兰发球。擦网。擦网。9-3。9-4。漂亮，落点落点，4-10。这个球反手压的没有必要那么太着急，可以稍微等一下。11-4，冯亚兰胜第二局。这样冯亚兰又拿下了第二局比赛。
好，我们刚才比赛开始的时候也介绍了这两名运动员在打法上包括风格上都是比较相似的，但是在这种0比2落后的情况下，朱玉玲又看他的战术应该是怎么运用了。2比1，3比2。好的，2比4，朱玉玲领先2分。6比2。6比2。6比3。3比7。3比7。4比7。这一局呢，可以说就目前来讲，第三局的比赛，朱雨玲在战术上还是稍微占据了一点优势啊，不像第一局第二局那样，你对方硬我也硬啊，这个时候就可以对方硬我可以稍微软一点，我可以放慢一点啊，刚柔并进，不能像傻小子一样你强我也强你弱我也弱啊，这个时候都必须得需要多动一下脑子。4比10。11比4，朱玉玲胜第三局。第三局，朱玉玲以11比4扳回了一盘。今天两个队的布阵情况分别是：第一场朱雨玲对冯雅兰，第二场是张强对刘诗雯，第三场是赵岩朱朝晖对冯雅兰江月，第四场是朱雨玲对刘诗雯，第五场是赵岩对车小溪。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第四局，
冯亚兰发球。0-1。其实这种球朱雨玲应该早有准备的球，在第一局和第二局的时候冯亚兰就已经反手拉完直接侧身带的直线，2-1。2-2。这球没赢钱，脚底下站有点死。3-4。5-3。5-3。现在朱雨玲请求暂停。6-3。哎呦，这球戳的要不然就使点劲儿，要不然就挑他。这种碰的球，对方最好拉了，尤其是戳的还没有质量。4-7。现在朱雨玲要想的就是怎么样能在前三板当中压制住对方。
怎么样能在8-4后几把相持当中能占据主动，怎么样能把他的弱点给调动出来？如果这样总是跟冯亚兰硬碰硬打相持的话，朱雨玲还是占据一些下风的。8-5。防守的时候是反手有点虚，在一个站位太靠后了。6-9。10-6。10-6。11-6，冯亚兰以3-1胜。那么山西大图和华东理工俱乐部以1-0的比分暂时领先。与东方路桥俱乐部。第一盘呢，山西大图和华东理工暂时以3-1，抢先的领先战胜了朱雨玲。下面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拉拉操为我们带来新一轮的精彩的表演。将以判大组合的卢世纯。
软比赛，刘诗文对张强。第一局比赛，刘诗文发球，0-0。接下来我们关注第二场的比赛，张强对阵刘诗文。现在第一局，刘诗文1-0，暂时领先。0-2。擦网。0-2。0-3。3-1。3-2。2-3。3-3。3-4。4-4。5-4。我们看到刘诗文反手拉球的质量，包括正手的质量非常高啊。尤其是他反手拉球，手腕都是往前顶的，顶着球拉的。5-5。5-6。6-6。现在双方的运动员感觉手不是特别的热啊，失误比较多。6-7。好的。8-6。张强这个防守反击打得非常的好。擦边。8-7。8-7，张强领先。漂亮。7-9。啊，这个反手的反带非常的果断。9-7。7-9。操网。7-9。8-9。
九比九，刘诗雯发了一个中路的一个半出台，但是这个球还稍微带了一点拐弯，张强拉漏了。10-9，10-10。啊，这种时候一定准备的一定要充分一点。10-11，10-10。哦，10-11，张强落后一分。11-11。11-11。11-12。13-11，刘诗雯胜第一局。13-11，刘诗雯赢得了第一局的比赛。张强发球直接得分，现在1-1，刘诗雯发球。
然后这个球挑得非常的果断，而且质量也很高。5-3。现在张强他主要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反手，好，现在反手失误比较多，有的球完全不需要加太多的质量。只要是张强现在减少点无谓失误，利用刘诗雯的正反手的丢分的机会啊，张强呢现在一定要把握住。8-8。擦网。8-8。8-9。8-9。张强落后一分。9-9。10。
10-10。看刘诗雯的这轮发球，11-11。常强这个反手还是退得太远，有点借不上力。12，可以看出来两个选手的比分咬得非常的紧。12-12。啊，这个球挑的，想搓又想挑，你这种关键的时候必须得要准，必须得要果断一点。13-12。14-12。啊，张强台内接发球又出现了一个半高。在第二局的比赛中，刘诗雯以12-14领先张强两分。那么稍后我们来关注双方第三局的比赛。第三局比赛，刘诗雯发球，0-0。好，0-0。0-1。张强还是要减少点无谓失误。在台内的接发球一定要处理好，手不能软，一定要果断一点。这球打的运气球比较多，两个擦网。
三。3-5。啊，这个侧身有点太早了，那球刚发过去，张强就侧身了。但是刘诗雯用余光还是看到张强的动作，所以打了个直线球，漂亮。3-6。6-4。6-5。5-7。6-7。7-7。啊，这个球在回摆的话质量不高，其实也没什么意义，还不如正手挑一下，挑一个刘诗雯的直线。8-7。8-8。8-9。10-8。现在10-8，张强领先。10-9。这个球侧身，这是要打滑板呢，还是要挑呢？所以说，这张强的台内球，他这个动作，手上的动作啊，还是有点犹豫。对自己信心还是不是特别的足。
10-9。10-10。张强呢？还是还原的慢呀？你对于直板来讲，你至少要考虑3板到4板的球。所以说张强的台内挑的质量高，但是对方回过来的质量也高，而且速度同样的快。11-10。对于张强来讲还是准备的不足。现在11-10，张强领先。11-11。啊，又是一个反手球的失误。12-12。可以看到刚才两人在打相持的时候，张强退的比较靠后，而且呢刘诗雯站的比较近，不能让刘诗雯压住。3-12。13-12。漂亮。3-13。13-14。好的。15-13。这样山西大土河3-0胜，华东理工以2-0暂时领先鄂尔多斯东方路桥。
我们国家还有机会。你们谁是第一发球？谁先发你们？你先第一发。冯亚兰第一发球，你们谁先接？您现在收看的是2014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由东方路桥对山西大土和华东理工俱乐部，现在场上穿红色
短袖的是鄂尔多斯东方路桥俱乐部的朱朝辉和赵岩。穿蓝色短袖的是来自山西大土和华东理工俱乐部的冯亚兰和江月。好，指正。好，双打第一局比赛。好，现在比赛开始。冯亚兰发球，0-0。山西大土河的冯亚兰发球，赵岩接发球。1-0。好，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搭档都是一左一右。1-1，小球直接擦网。1-2。2-2。2-3。2-3。3-3。哎呦，这个球失误的很可惜。4-4。5-4。5-5。这个球也是搓了一个半高，台内的一个半高，但是江月呢想挑又想带，不敢拉。好的，5-6。双打比赛不是两个人看谁凶，主要还是得双方的互相配合。6-6。现在6-6。江月发球。6-7。7-7。8-7。8-8。8-8。
9-8。9-9。啊，虽然朱朝晖和赵岩的年龄不是很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两个人胆子非常的大，而且呢打球的时候也非常的果断。在前几场的比赛当中，这两名小将的胜率还是很可观的，9-10。但是今天面对0-2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就看看这两名小将怎么来逆转这一场比赛。现在10-9，9-10，赵岩发球，大网，中放，10-10，发球直接得分，现在10-10。啊，现在双方运动员都在商量。10-11。11-11。好的，打的手非常硬啊。3-11，第一局朱朝晖、赵岩胜。现在东方陆桥、赵岩和朱朝晖以1-0拿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第二局比赛，我们现在来朱朝晖发球，收看第二局的比赛，由朱朝晖发球，江越接发球，漂亮，这个球1-0擦网了，但是赵岩的反应还是很快的，把这个球给救起来了。2-1。
二边。啊，赵岩这个反手吊的球很转，但是这个球不往前走。冯亚兰推的有点靠后啊，所以说这个球没有办法反拉。2-3。漂亮！赵岩这球倒地反拉很很帅啊，很酷。3-5。好的。3-6。冯亚兰他的拉球只要是让他打开，只要是让他跑开的话，冯亚兰打还是比较凶的。漂亮。7-4。朱朝晖和赵岩今天的双打打得很给人的感觉很轻松而且很流畅。5-7。5-7，赵岩发球，侧身。5-8。啊，这个球缺少摩擦了。8-6。漂亮，漂亮。8-7。啊，现在山西大土河暂停，请求暂停。比赛，8-7。7-9。
漂亮，这一把直线拉得非常的漂亮。现在场上比分7-10，东方路桥落后。10-8。10-8。10-9。这个正手拉球上的稍稍的有一点慢了。在关键的时候拉球非常的果断，有的球该凶就得凶，该稳就要稳。这样东方路桥就以比分2-0的比分啊扳回了一盘。现在山西大土河以2-1大比分，2-1暂时领先于东方路桥。现在第四场比赛由刘诗文对朱雨玲，0-1。2-0。3-0。
3-0。1-3。漂亮，1-4。啊，这个侧身反拉非常长士气啊！现在1-4，刘诗雯发球。哎，四边。4-3。3-5。3-5。4-5。这个台内接发球一定不能碰啊，一定要加出质量，你要不然你就劈长。6-4。啊，有些球台内摆短的话，如果你要是加不出来质量啊，很容易出现半高，给对方造成机会。6-5。6-6。7-6。7-6。7-7。8-7。8-8。9-8。8-10。啊，这几个球丢的不应该啊！朱玉玲连丢了3个，现在是8-10，朱玉玲落后。11-8，第一局刘诗雯胜。这样，刘诗雯就以11-8赢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零比。2-0。把这个球有点长了，刘诗雯拉了一个底线球。2-3。2-3。3-3。漂亮，好的。3-4。其实朱雨玲应该先进台把球护住，啊，我可以先防，我把落点给你打开，啊，有机会以后我再加质量。啊，这样的话就是让刘诗雯失误。5-5。啊，朱雨玲示意裁判，啊，网子可能是有一点松了。5-5。现在比赛继续。好的。6-5。5-8。中远台的时候呢，这个拉球一定要多摩擦，一定要多给弧线。
比五。啊，朱雨玲应该冷静一下，应该多想一想。第二局中局开始的时候，自己的失误就比较多了。六比六。7-9，朱雨玲发球。7-10。第二局比赛，刘诗文胜。第二局的比赛，刘诗文以11-7，赢得了第二局的比赛。来来来，球迷朋友大家，晚上好。咱们下一场比赛是7月6号，7月6号中央主场对山东鲁能俱乐部。山东鲁能俱乐部也是一支实力相当不错的球队。1-1，朱雨玲不能太求稳了，手该硬的时候还是应该要硬一点，你要打出士气。好的，3-0。漂亮！看到刘诗文，他第三局很有板儿，所以说朱雨玲要是没有个急板的话，很难打死刘诗文。3-3。我觉得这是一个擦边球。4-3。3-5。刘诗文发球。漂亮。4-5。我们可以看到刘诗文的正反手两面的相持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5-5。6-5。5-7。朱雨玲在防守的时候一定要加点防守反击，不能一味的从那儿啊正手防反手防，这样打的看起来很被动。好的，5-8。8-6。8-7。8-7。8-8。这种在防守反击被对方进攻的时候啊，自己一定要主动防守，不能等球来了以后啊再去盯着球再去防，一定要主动去防守。我这个朱雨玲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有点打板边了啊，过了有点下沉，现在8-9。漂亮啊，这边反手9-9。一个抱丝啊，一个抱拉，拉到朱雨玲的反手外脚位。漂亮，9-10。这个球还是刘诗雯经验还是比较老道啊，不退台啊，进台快带。10-10。这样鄂尔杜斯东方陆桥代表队以1-3大比分输于山西大土和华东理工俱乐部。